来自全台湾的单车骑士跟着舞台上健身老师摆动身体做热身操，仔细看，有一位圣诞老人超吸睛，换上圣诞老人装，骑上请人特地打造的圣诞单车。来自屏东的阎维雄凌晨两点就从屏东出发，特地北上参加第11届1919爱走动单车环台大串联活动，响应捐款救助急难家庭。救助急难的家庭，刚好碰到有这个机会，想把快乐带给大家，我自己就会有成就感。为了帮助隐藏在台湾各个角落的急难家庭，基督教救助协会推动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，筹募救助金，用骑单车的方式号召，让爱传递走下去。从县府前广场开始，途经新埔大桥、117县道，最后再回到县府前广场，全程18公里。许多小朋友也和爸爸妈妈一起运动响应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，所以我带小朋友来参与。小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参与这个活动。在这里做什么？骑脚踏车。那你要骑多远？18公里。骑脚踏车帮助大家。邱县长也换上一身单车劲装，与现场近900名车友一起爱走动。救助协会表示，人生有高低起伏，难免遇到急难或意外，就像骑单车有上坡和下坡。呼吁社会大众一起来帮助这些走不下去的急难家庭，让爱持续转动。